啊，那太师团呢，伫这个沿路呢，平常拢会在交换奶嘴，嗯，嘿，交换奶嘴啊，因为啊，这个三太子伊的咱民间的印象的切尾音啊，小朋友，对，所以嘴巴里面咬着啊奶嘴。啊，平常的有的囡仔，尤其暗时啊，妈妈好咧，拢会在交换奶嘴，所以沿路拢在交换奶嘴。那这几年咧，咱咧想着讲，哎、欸，交换奶嘴，那会不会交叉感染？一刀我换刀，换刀我一刀，吼、哦，那会不会交叉感染？所以呢，起码咧，太子团伊的奶嘴都是用新的，哦，用新的给你搞啊，那就没有啊感染的问题。啊，这所有的世俗的物质啊，跟只要跟神明啊接触过，就会变成圣物啊，神圣的象征。哎，那希望看到是这里啊，太子团去拜庙。哦，那太子呢？三太子一观星呢，最早呢是属于佛教的信仰。哦，啊，他是啊，佛教里面有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啊，太多啊，因为他是护法神，所以你看白，咱起码哦。每一个庙内底拢有佛牌三太子，叫做中华万岁。那为什么叫一个七岁的小朋友来当担任神兵神将的总司令呢？就是因为连佛教里面他本来就护法神呐、啊，哦，这个概念来哦。那咱起码对于三太子的这个概念呢，是通常是来自封神榜、封神榜内底呢，封以。恭喜这大家都听到的这个故事叫罗家闹东海，罗大闹东海，哦啊，然后呢，求这个啊龙啊龙龙王三太子为这龙君呐，哦，那东海龙王呢要啊报仇，哦，所以呢啊，西南天门呢告要告这个他的父亲呢李靖哦啊纵子行凶，那三太子呢为着要标记。家己负担啊，负责任，所以你的下巴全部贴骨贴肥，把自己的肉削下来还给他的啊妈妈，把自己的骨头拆下还给自己的父亲，你的变成没有形，变成一缕幽魂呐、啊。那在小说里面呢，是说啊，这里他的师父就是太乙真人，用莲花为他化身，莲灰化金，为他重塑形体。所以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造型，可爱的七岁的小朋友，而且还送给他一台机车，叫做红灰轮。红灰轮。哎，阿姨就说可以呢，甜甜圈的保佑，甜甜圈叫做乾坤圈，乾坤馆啊，也换了爸爸，变成李靖的第三个儿子，好，所以这是完全的在地化啊，在地化，好，那。三太子呢，起码不支持儿童的守护神，不支持这个庙内底中坛元帅、神兵神将的总司令，起码变成书记、混讲到大波的守护神，也变成儿童守护神啊等等等，所以它的功能呢越来越多元。哎，来，我们后面看到这是济公神主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里三太子后边呢是济公，济公啊，济公瓦婚。那济公呢，在啊历史上也确有其人，在宋代的文献里边，以及在西湖连温寺的这个徽章哦。可是在，在文献里边只是说他哦。啊，假吧，你不记啦，啊，行为乖张就这样而已哦。所以后来呢，很多小说、戏剧呢，加以渲染，变成起来起码说认知当中的啊，这里这功是，那这功的典型呢，就是以方便啊，方便法门，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过。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咱信徒有讲较不便的所在，相信呢，啊，这个心灵嘛，互我体谅，啊，因为外罪，啊，因为喝酒吃肉都可以成佛，那啊，有时候我们一些啊行为哈、啊，虽然不是很符合啊这里啊佛教的教义呢，那当然也啊也会被包容的，有的时候是自己不得已。是，那么啊，这里啊太子团有下面给些太岁公呢，这是因为比较是为讲哦，太子七岁啦吼，小朋友吼，啊，需要有一个大人来长辈啊来带领啊，所以另外塑造一个济公哦。那个太大的。是。那么岁公的信用呢？他一开始他是佛教的僧侣，可是在佛教哎，可是在现在呢，在台湾民间反而在佛寺里面没有他。哦，反而是这个民间信仰或者是一贯道的这个宫庙里面呢才有啊，地宫哎，好。
那这一方面嘛是同款，伫这个咱的认知内底就是爱饮酒爱食肉嘛。啊，所以吼，啊，所以讲真袂真嘛，有真侪民众会甲，所以讲师傅靠这个啊，伊啊酒壶里面的酒，哎，很保平安，是的，哎，那这是所以讲甲啊太祖团啊太祖团内底两位成员啊张太祖甲所以讲，所以所以讲因为爱饮酒，起码咧拜庙咧行卡步嘛是最高咯，最高是，哎。那这几年呢，这个咱台湾上夯的大概就是金山奈子。对。哦，那其实金山奈子的精神也是在2000年左右的哦。那第一次有金山奈子这样的名称，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啊，企业在台中好客嘉年华会记者会里面所命名的。哦，所以呢，这里、个、到现在呢，总共才11年啊，才一年。好，这里、个、这里、个、谢工。那不管是常态性还是这一方面，其实对结构性进展的这种属于那种形式人啊，这个形态的整理的哦，它不像一般的整理是包包在上，它跟 model 很像啊 ，model 以及比较正面的哦，就是神圣的哦，它反这一方常态性的可爱哦的造型哦啊。所以这是也是咱听众来这一算是跟民众最贴切的啦，是最贴切，哦，比较像贴近人性的真实，是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庙里面拜啊，里面很多都会有三代祖的佛像啊，还有地宗祖的佛像。对，但是带来基本消息啊，民间信仰为信仰的主啊。最重要就是信仰，所以这以前有来这咱来看咧，拜妈祖嘛，吼，拜观世音菩萨，吼，啊，至于以前我们拜观世音菩萨，就是拜妈祖嘛，或者讲，这个都是民间信仰，吼，所以讲啊，纯粹的这个佛教或道教的信仰是比较少的，吼，比如佛光山、东海禅寺那些佛教的，啊，比如讲啊，这里啊。三清波哦等等啊，这些属于它道教比较纯的道教，那其他的大概就是融合的佛教跟道教的一种信仰。所以就是说佛教来说啊，它不太算是很贵。那佛教它有三个阶层嘛，最高的就是佛嘛。啊，佛的话，老师解说啊，过去式、现在式跟对未来式哦啊，然后佛的这个东方啊、西方哦，这个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东方沙佛世界啊，它都有现代的，反正有很多种啊，这个区分啊。啊，北边是基本的菩萨，菩萨啊，中国有四大菩萨，就是观世音菩萨、文殊啊，还有普贤啊，都地藏王菩萨。第三个阶层就是罗汉。那在台湾民间最经常见到的就是八罗汉，啊，所以它基本上的佛教信仰有佛、菩萨，还有呢，啊，这个罗汉三个阶级，哦，那这是佛教的。如果道教的话，是大部分是自然崇拜，自然崇拜就是对自然界的一种崇拜，这是道教，是的，包括。